沉香早已燃尽，就算有缘，我们终究还是无分。长痛不如短痛，还请你将这不离镯解下，我们不要再见面了。寸步不离。 无论是应渊还是唐州，你都还是会选择责任、道义，而我永远是那个可以被舍弃、抛下的。为你，我可以不做神仙。燕丹，我多希望先爱上的人是我。无论是人。 或者是神仙，他们都有自己的责任，你不能留在这里。我不是他，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，我一定会让你顺利归位。 此次返回天界，待做完应渊该做之事，我只愿血祭下凡，只做唐州。等我完成帝君之责，和你相伴余生。物以人非，何必强求？若我偏要强求呢？我早已不在乎天规，只想护着自己在乎的人。出去。时候不早了。 睡吧，闭眼，不许看我。那好吧。啊！无赖！天帝的仙身被人施了傀儡术，究竟是何人？能如此瞒天过海？他是应渊唯一的弱点。 我不想让你在我和苍生之间做一个选择。严丹，你在哪，我就在哪。这次换我来保护你们，走。芷溪会永远保护严丹。 邪不压正，姐姐的仇，今日我一定要亲手报还。修建炎峦，万宗雷霆，永夜之志，以昭无命。